什么预算什么机器？兄弟，我已经到市场门口了。2000多预算，想要台13 mini 有吗？有是有，但这个价位段都能上13了。我就喜欢小屏，看着安排呗。那行吧，那行吧，那你还有要求不？越便宜越好就行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一会找到了我告诉你哈。这个小13好小啊，13 mini， 给大家看一下整体这个成色哈。这个成色的话是一个95星的一个成色啊，然后这个边框这一边。毫米波雷达，这个是美版独有的哈，然后在这里都是非常干净的，95星没毛病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单手握持是轻轻松松，非常流畅哈。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屏幕，屏幕的话是 OLED 的屏幕，所以说还是比较贵的啊，这个一定要测试好，确定没有问题再拿回去，要不然有问题的话还得退回档口，比较麻烦。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它的两个双摄，迷你系列现在已经没有了哈，所以说这个13 mini 是最后一代的迷你，也是性能最强的迷你。这个的话给粉丝安排上了，就这个蓝色的。Later。兄弟，你要这个小屏的这个13 mini 来了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整体哈，成色啥的，看起来还挺新的。那这个给我什么价？95星和98星的话就差200块钱，像这种98的话性价比比较高，我们来货的话是2500，加个跑腿费2699，你觉得怎么样吗？可以啊，那什么时候能发货呢？等会儿我再回去质检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晚上给你打包发货，然后顺丰小哥来收，安排一些配件给你吗？那还能剩下好多配件钱，太感谢小杨了。没事没事哈，然后我还有很多机器要发，然后我先挂了哈。